来啊！抱歉啊，突然间断开，所以需要你们再点多一次名哦。呀、yeah,，需要你们再点多一次名。啊、yeah,，所以就样啊。好、oh,，OK 吗？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所以它的结构呢，就是类似这样的哦。啊，用边画，记得用边画。如果你要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区分得出来的话呢，啊,啊不是用边画，用铅笔画，OK，用铅笔画啊，用铅笔画。所以如果你要让我们更加容易区分得出来的话呢，就是确保你的图画好一点啊，啊。 虽然他是没有一个他的审美观呢，是没有一个标准呐，就只是你最好就是画的清楚就 OK 咯。呀，好，所以是这样啊，<coughs> 来不及抄的你们就 Screenshot 啊、呃、，Screenshot 下来啊，OK，Screenshot 哦，呀、okay?，yeah. 所以我就放个五秒，你们 Screenshot，如果来不及的话，哎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 一零啊，OK，所以我们再去哦。让我看一下，OK，啊，画好了过后需要写字啊，要了，你要写他的名字再去喽，你要写他的那个结构啦，哦，跟分得清楚，这一个就是动物细胞，这个就是植物细胞喽，就是这样不了。啊，然后你交上来，然后我要看你们的画画是怎样，那我就一个一个抓。 啊，至少我可以知道你们是怎样画。你没有画的话呢，我就不懂你会还是不会。啊，你就当成是是一个练习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呃过后呢，我们再回来这一个呃细胞的结构啊。所以这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画了咯。可是呢，它每一个结构，它们本身都是会有功能的。 啊，它、yeah, 们本身都是会有各自的功能，就比方说，你可以看到细胞膜呢，它就是要让细胞使外界的环境隔开啦。啊、yeah,，因为其实呢，其实呢，啊、呃，那个细胞呢，它里边就是一个流体，有有气体，有液体，也有也有固体，也有其实，然后只是呢，呃，它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细胞膜来隔开它喽，不然的话分开的话呢，它嘛就死掉了。 呀，yeah, 所以这个细胞膜就是保护跟分隔它，呀、yeah,，是避免外界的东西跑进去里面哦，啊、yeah,，所以这个就是细胞膜啦。OK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，其实就是细胞核，英文是叫 nucleus，啊、yeah,，细胞膜英文是叫 cell membrane 哦，所以可以的话呢，你们就写上它的英文名字啊。OK，毕竟你们是 science 呢，你们都是会有机会。 回到这一个部分，啊，删写是会有的哦，所以就是可以的话呢，你们就写上它的英文名字先啦、啊。哎，只是我看到课本是有了啦、啊。啊，所以可以的话你就 highlight 起来喽。哎、okay,，所以细胞膜英文是叫 cell membrane。哎，细胞核的话呢就是 nucleus、okay,。哎，所以细胞核其实就是每一个细胞，它们都是会有细胞核。OK，大部分的细胞都是会有细胞核的。 诶，okay, 大部分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细胞核其实就是他们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、okay,，其实就是它的控制中心，怎样讲呢？就是，比方说一个国家，它一定要有一个 HQ 了嘛？OK，就就一个东西啦，还一定要有一个 H 啊、uh, h i q a t e r o、okay, k 或者是一间公司，它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HQ 的嘛，它的总行嘛。 Okay, 所以呢，细胞的总行是在哪里？它的所有的活动的总行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细胞核喽。OK，所以呢，这个细胞核呢，它就是细胞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。可是呢，其实细胞核除了这一个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以外，其实细胞核里面其实就是有我们的遗传基因。你、yeah, 我们的遗传基因其实就是在细胞核里面。 给，okay, 就是你的 DNA 啊，都是在细胞核里面啊。Yeah, 所以细胞核除了是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以外，它还是有我们的遗传基因啊。Sorry，那啥，哎、okay,，好，所以就是这样啊。只是在你们课本里面呢，它其实就是没有讲到啦。哎、okay,，就只是先透露一下给你们听咯。 OK，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细胞质。所以细胞质的话，就是细胞生命活动的场所啦。给，就是它的环境就对了啦，细胞里面的环境咯。呀，细胞里面的环境咯。OK，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话，这一个三个呢，其实就是无论是植物细胞也好，动物细胞也好，它们这三个都有。诶，细胞膜、细胞核、细胞质。可是呢，黑色的这一个部分就是给植物细胞而已。 呀，yeah, 黑色部分就是这个植物的细胞罢了。就比方说叶泡跟、okay? 叶泡，然后中间好像一条活动，这样的，它其实就是贮藏各种物质。OK，它除了收水以外，它还有收其他的矿物质跟植物所需要的那一个啊葡萄糖呀。哦、yeah? oh,，所以这一些呢，其实就是它会收在液泡里面，它就是好像一个 storeroom 这样。 呀，yeah, 就好像一个 storum 这样 storum 这样咯，哦，它就是收藏这一些东西啦。OK，所以这个就是植物的植物细胞的液泡。OK，所以除了液泡以外，我们还有叶绿体咯。呀，叶绿体其实叶绿体里面呢，它就是会有含有叶绿素。o、okay? 英文是叫做 chlorophyll 啦。o 叶绿体呢，我们叫 chloroplast、okay?。只是呢。 叶绿素的话，我们叫 chlorophyll。如果你要的话啊，我我写给你们：C H L O R O P H Y L L。OK 所以植物细胞呢，里面它就是会有叶绿体，可是叶绿体里面它就是会有叶绿素。所以这个叶绿素其实就是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，啊，它就是用来进行光合作用喽。 呀、啊，所以这一些都是植物细胞结构啦。然后 lastly 就是植物细胞的细胞壁呀、啊，英文是叫做 cell wall。所以其实它就是要保持植物细胞的形状呀、啊，保护和支持它的细胞。OK，因为毕竟植物不像跟我们动物这样，我们动物其实是有分为无脊椎跟脊椎骨嘛。比方讲我们人，我们人。 怎样支撑我们整个个体呢？我们就是需要到骨骼啊，骨头啦、啊。o、okay? k 然后或者是昆虫的话，它们就是会有外骨骼嘛，所以它们就可以支撑它们整个个体。可是植物的话呢，植物要用什么来支撑呢？哦，所以它其实其中一个来支撑它们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细胞壁啦。对、okay? 它用细胞壁来支撑它们哦，其中一个啦、啊。 OK，所以因为植物不像跟我们人类这样有骨头，所以植物它要需要其他东西来支撑它们，所以这一些东西其实是有意义的啦、啊、，OK，有它们的作用的，它并不是放没不了，OK 吗？好，所以这一些都是你们需要去读的结构啊，OK，很重要哦，这些功能，大、okay? 不要放过它。 OK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要接下去哦。OK，接下去啊。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，其实这一个部分啊、呃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植物细胞跟动物细胞的啊、呃、不同点啊。OK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不同点就是说啊、呃，植物跟动物它们都有这三样。OK，所以有细胞膜、细胞质跟细胞核。可是呢，不同点的话呢，动物细胞它细胞壁没有。 叶绿体也没有，液泡的话呢，大部分的动物细胞它都是没有，可是有的话呢，它就是很小，呀，很小，哎、okay?，很小很小。好，如果有的话啦，然后植物细胞呢，全部都有了完，哎、okay?，所以这一个就是它们的不同点啊。啊，它们的不同点哦，对吧，所以这个就是它们的不同点哦。 OK 吗？可、okay、以吗？所以这一个就是刚才一直强调咯，植物细胞有什么，动物细胞有什么呀？因为这些东西很重要，考试是会问你们的。OK，所以我们再接下来啊，所以除了这一些以外呢，除了这一些以外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想一想第一百面那一边呀，第一百面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呃，水稻。 的茎，OK？为什么它可以直立？所以这一个呢，其实是跟植物细胞中的什么结构有关系？所以其实这一个就是跟我们的那一个植物的细胞壁有关系咯。啊，因为细胞壁呢，它其实里面就是含有纤维素，就是我们人体其实是消化不到纤维素的。看，哦，那些草食动物呢？ 他们是可以消化得到纤维素，所以呢，他们其实吃有些牛啊，它吃草的话，它就可以饱了。我们其实人类哦，我们吃那些蔬菜啊，你是不会饱了。OK，因为你是不会饱，你也是得不到那个能量了，因为我们人体本身是消化不到这一个纤维素啊，所以其实呢，植物呢，它就是运用这个纤维素来支撑它，啊，来支撑它。 其实植物不只是单单靠纤维素啦，它还有靠其他东西。可是呢，在这里的话，因为我们是看细胞嘛，所以我们就提到其中一个喽，呀、啊，纤维素啦。诶、okay,，所以呢，呃，除了纤维素以外呢，这一个植物的叶片为什么通常都是绿色？因为它就是会有这一个所谓的叶绿素喽，因为它是绿色嘛。给、okay, c h l o r a w h y l l 啦。可是我不能排除，其实 c r a w h y l l 它不只是 绿色吧，它还有很多种颜色。可是呢，那一些颜色掺掺掺起来，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绿色。啊，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绿色。其实这一个 c r a w f y l l 它不只是绿色那么简单罢了。它、啊、其实如果你讲你在上到大学啊还是什么的话，其实这一个叶绿素它是有很多种颜色的。就只是它把所有的颜色就像跟画画这样咯，就像个美术这样咯，你把那些颜色掺起来了，它就变成一个绿色了。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绿色喽，啊、yeah?，所以这一个叶绿体里面就是含有绿色叶绿素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啊，啊、yeah?，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呢，都是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的结构喽。Oh, 所以如果你来不及抄，一样就是可以 screen shot 下来，啊、yeah?，screen shot 下来啊。 OK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再接下去哦。OK，所以，所以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说，呃，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五点一点三的那个部分，呀5五点一点三，哦，所以其实这个五点一点三的话呢，哦，除了五点一点三呢，我忘了那个小档案，其实那个小档案你们可以自己去读一下啦。给、okay, 牵牛花，为什么它会变颜色？对吧？ 它会变颜色了，只是这一个小档案呢，考试是不会出来啊。o、okay, 这个是给你们自己去读不了，啊、okay,，考试是不会出的，哦、oh,，所以你们可以去读一下啦。OK，所以呃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个一百零一面的那个五点一点三哦，所以就是细胞的大小和形状啦。OK，所以呢，这些细胞它们其实它们的形状跟大小是。 不会固定的，看，不是所有的细胞它形状是一样，大小也是一样，不是哦。OK，所以比方说，你可以讲细菌的细胞，细胞，看，然后鸵鸟蛋的卵黄 o、okay? 棉花的纤维，神经的细胞，有番茄的细胞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们其实大小又不一样，形状又不一样。啊，你可以看一下一百零一面，它其实是有讲到直径细胞。 细菌的细胞直径约为一百 nm 呀，纳米的喽。诶，可是呢，最大的细胞其实就是鸵鸟蛋的蛋那一个卵黄，整粒就是一粒细胞来的。呀、yeah,，你可以看到，整粒其实就是一粒细胞。呀、yeah,，鸵鸟蛋的卵黄，所以它的直径就是一百七十毫米，再乘以呃一百三十五毫米啊，我们叫毫米啊。 mm，呀，<coughs> yeah.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细胞其实大小跟形状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其实也有给你们很多个啦、啊。所以棉花的话呢，一条纤维是单个细胞，所以其实是可以长达到三到四个 cm 哦，整个就是一个细胞围的。哎、okay.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啦。啊，哎、okay.，所以就是这么多啦、啊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，它们形状是不一定哦。哦，然后除了这一些的话呢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课本哦，尤其是你可以看一百零一面啊，各种形状的细胞，比方说动物的精子，人类的精子也是一样这样啊。也就只是你看不到了啊，精子其实是有一条尾巴的。哎，然后洋葱表皮的细胞就是大概是这样啊。 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的平滑肌细胞，诶、okay?，平滑肌就是你的 m a s t e r 你们举那个一粒啊，那个小老鼠啊，那一粒啊，哦，就是做健身啊啊，那一粒小老鼠啊，OK，所以那一个 m a s t e r 里面其实就是由这个细胞组成，OK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动物的色素细胞，就是你的 melanin，OK，、okay? 就是你去太阳暴晒的话，你会变黑。 所以其实就是这一个色素细胞会跑出来，哎、okay,，人类咯，啊，或者是植物的毛细胞，给它比方说根毛等等，哎、okay,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一条这样，哦、啊，或者是梨等果肉中的实细胞，有有没有吃过梨？梨子，所以如果你吃那个梨子的话，你咬了一粒一粒一粒那个沙，好像一粒一粒硬硬的，好像沙这样的，那个其实就是它的实细胞。 啊，yeah? 所以这一些其实你可以看到，不是所有的细胞他们都是一样的。OK，我们学到的那一些细胞呢，其实就只是一些些，就只是一个 example 不了，就只是一个例子不了。啊、yeah?，因为其实细胞实在是太多种了，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学到完。啊、yeah?，不然的话你会累死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一些都是他们一些些的。 不同的细胞啦，然后当然它们的特征、它们的结构呢，啊，就比方说它们就是有什么呢？有细胞膜、细胞质、细胞核这些，它们当然就是会有的，OK？它们当然就是会有了，哦、oh,，就只是你可以看到它形状就不太一样了，看，收发 OK 吗？对 <c> 吧 <oughs>、okay？好，所以拉下最后两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白细胞。 呀，跟红细胞，所以这些细胞、细胞、细胞、细胞，其实你有一个动漫就是可以建议到你们呐、啊，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有一个动漫啊，是叫做《工作细胞》啊，还是什么、啊、？OK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啦。然、啊、它就是关于到我们人体的一些些细胞的特征跟结构啊，所以他们也是做的蛮成功一些啦。所以都是有跟着科学科学的啊。 所以不是乱乱讲哦，是确实是对的。OK，所以这一些都是呃我们一些细胞的例子咯。啊，好、哦，除了除了这一些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啊这么多。OK，这个其实就只是一个什么来的？就只是一个比较啦。OK，如果你讲原子，它大概是零点一 nm 的话，纳纳米的氨基酸，nm 米的蛋白质，大概是在这里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哦，越来越大的话，你看。 细胞、啊、比如讲我们的那个什么啊，表皮细胞就是大概就是十微米的咯。看到、啊、然后人卵就是女性的哦，卵子哦，一百微米的。然后青蛙的卵就是一 mm 啊，鸡蛋就是十 mm 啊，鸡蛋其实就是一粒细胞啊、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大堆啦、啊哦，所以这一些细胞。 啊，就是组成我们的一个个体哦，啊，有很多很多个细胞。其实我们一个人呢，它里面的细胞是超过我们全球总人数哦。呀、啊，我们全球总人数都会少过我们人类里面的细胞。呀、啊，所以可以讲就是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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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一种，是、啊、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喽，刚刚好。呀、啊。 哦，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啊。所以记得教你们的那一个、那一个画画哦。所以我就是要你们今天教啊，没有的话，我就是扣分啊，感觉。OK，呀 <laughs>、啊，所以今天就这样了。这、啊、样，哦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这样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咯。哎，不老师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老师，拜拜，okay, 拜拜谢谢老师，拜拜。 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拜拜拜拜，OK OK。老师考卷改呀 o k 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啊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，剩下的几位。 o、okay, 来，所以就三二一，所以今天就这样。